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首先来公布上一期的奥托猜谜答案。今天的奥特猜谜啊，是他。答案会在下期节目开头播出，记得准时收看哦。奥特曼虽然是儿童向的特摄剧啊，但是啊，也并不是所有的奥特曼都适合小孩子的。今天我把奥特曼分为了四个等级啊，越往下看越不合适小孩子。来看看你能接受第几集吧。一，迪迦。迪迦是我们童年最经典的奥特曼之一了。其实迪迦的大部分剧集还是很适合观看的，只是少部分，比如说第31集《基地被袭击》就实在是有点少儿不宜。这一集的剧情大概就是一个外星生物来到了 TPC 的基地，导致了基地许多人员突然发疯。 TPC 经过调查后发现啊，原来是一个类似珊瑚的神秘生物，掘警队员对他很感兴趣，结果一个不注意，这家伙就钻进了他的电脑里，并且跟掘警开始对话。对话的感觉竟然像是在谈恋爱一样，结果果然是恋爱中的男人智商为零啊。这个外星生物一点没有客气，直接控制了掘警，并且通过野锐队员调整基地的电源，对整个 TPC 进行了掌控。好在大古带领小伙伴救下了掘警，但是这个外星生物却假扮成大古欺骗了丽娜，并且控制了二号机。虽然最后迪迦战胜了这只怪兽啊，但是这一集实在是有点太恶心了。尤其是打完怪兽感觉一切和平了的时候，对讲机里的大古的脸却还是怪兽的，简直就是编剧的恶趣味啊。二，赛文 X。 赛文叉是赛文的平行世界观的故事。虽然这是一部成人向的作品啊，但是剧中并没有什么太可怕的元素，小孩子也是可以放心观看的。之所以不推荐给小孩子看啊，是因为这个有腹肌的赛文实在是太强了，面对所有怪兽基本都是秒杀。小孩子看奥特曼都是来看怪兽的，结果这一上来一点面子都不给怪兽，小孩子还看个毛啊。三，奈克瑟斯。终于说到奥特曼中的神作奈克瑟斯了。这位奥特曼的人气在当年是相当惨淡的，以至于播出的时候不得不缩减了很多集数，导致本来就难以理解的剧情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。但是也正因为独一无二的世界观和设定，让这部奥特曼超越了奥特曼的意义。综合来说，小孩子看啊不一定会提起兴趣，而且很有可能看着无聊，所以并不适合小孩子观看。四，艾斯奥特曼。说到我最不推荐小孩子看的奥特曼，必须是昭和奥特曼中的经典艾斯奥特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诡异的画风加上昭和特有的拍摄手法，简直就是恐怖片好不好。咱们随便说几集恐怖的故事啊。第19集合同宅的秘密。自从看了这集之后，我就总是没事要摸一摸自己的肚脐眼，因为实在是害怕它忽然就消失啊。然后是萤火虫平原的女鬼这一集，音效和拍摄手法简直看得人螺旋升天，特别是当那个小女孩一回头居然是一个女鬼，哎，小时候简直都要被吓哭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就先给动漫新纪元点赞收藏加转发吧。我是纪元帝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。